训练法，在交朋友的过程中学会信任别人。你的意思是跟阿福做朋友？交朋友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分享，送给你我最喜爱的汉堡包，开心的门给你。谢谢。嗯、3年一度的评鉴即将到来。啊！评鉴，你小心墨菲定律哦。没读书的时候，偏偏就抽到了。为了谢谢你们之前的照顾，这次就让我帮你。我们是追逐流星的寻梦者，画下独一无二的图案，在每个夜晚把星空点亮，迎接耀眼的世界。我们是追逐流星的寻梦者，画下独一无二的图案，在一个夜晚把星空点亮，迎接耀眼的世界。我们是追逐流星的寻梦者，拉近转瞬即逝的时间，在一个明天能踏上霓虹，迎接光彩的未来。